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这位知名的主播奎斯特，他在节目当中透露，他检测呈现阳性，确诊感染武汉肺炎。不过他说呢，他的症状不算太严重，只有咳嗽而已，所以他继续工作。谢谢徐小姐。新冠病毒不断扩散，美国电视圈也难逃魔爪。美国媒体 CNN 又再度传出有主播染疫，知名主播奎斯特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示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，是确诊案例之一。曾经感染而痊愈了，那从时间点来研判，应该不是上传前就感染。